四种清净明慧，《楞严经》四大戒律为原则，《楞严经》里的四种清净明慧，断淫、断杀、断偷、断妄，是息息相关的。若犯淫戒，就容易犯杀戒，也容易犯偷戒、妄语戒。因此，犯淫戒是杀盗妄都包括了。所以，分而言之是四种，合而言之是一体也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，修禅定者，如蒸沙石，欲其成饭，经百千劫，指明热沙。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沙石成故。如以淫身，求佛妙果，纵的妙物，皆是淫根。根本成淫，轮转三途，必不能出。如来涅槃，何路修正？必使淫机，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，似可希冀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因此之故，阿难，如若不断除淫念而修禅定的话，就是犹如蒸煮沙石，要想它变成了香饭，即使经过了百千劫那么久，也只能成为热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香饭的来源，是沙石而成的缘故。你如果用淫欲之身来求证佛陀的妙果，即使稍有所悟，也都是淫根，根本已经是淫欲的种子，始终还在三途中轮转，必定不能超出。如来的涅槃妙果，那有路径可以修正而得呢？必须将身心淫机之根完全断灭，最后连这个断除的心性也化为乌有，然后对于佛陀的正觉菩提才有希望证得。和我所说的相同，才是名为佛说。如不如此阐说的话，那就是魔的说法。佛陀在这里极力的主张，淫心永断才能成就正觉菩提。也许初心学佛的人，虽然素因善根深厚，可是由于旷劫以来深重的淫念习气难于舍离，刚好这时遇到魔外前来煽惑，说什么淫欲不爱修禅等事，因此都因素习发现而欣然听从者多。所以佛陀才强调，因为修定断淫乃是先佛的明慧的缘故，你在末劫时决定教人修学禅定时，必须教人断除淫念为极物。若不断淫念而修禅定的话，如蒸沙石，欲其成饭，淫是生死的根本。如不断除淫念而修禅定的话，在禅定中见到欲境时，就会一再的被迷惑不已。世尊举出一个譬例说，如吹米而欲使它成为米饭，那是简单的事，可是蒸沙石而想它变成为香饭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任你怎样的蒸煮也不得成为饭的。经百千劫，指明热沙，即使经过百千劫的时间那么久，也岂能煮成为热的沙而已。这是譬喻代淫修行，只是枉劳功力，不能修成正果。世尊并解释为什么蒸煮沙石不能成饭的原因。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沙石成故。因为沙石并不是熟饭的根本，沙石根本永远做不成米饭，想成佛做祖也必须有个根本。根本若清净，支流也会清净。佛教是以持戒为根本，如果毁犯淫戒，则根本已毁，怎能达成佛陀的清净教训？如以淫身求佛妙果，纵的妙物皆是淫根。你如果不断淫念的话，就是以淫欲之身想来求佛所证的妙觉及果，这样则已失去其根本，那么因与果已经不符，好似蒸煮沙石欲成熟饭那样，即使经过多劫的修习得开妙物，也都是淫根。根本成淫，轮转三途，必不能出。根本既然基于淫欲所发出，始终都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三途里面轮转不休，则想超越这种苦处也是不可能的事。也就是因为以淫欲为种子的缘故，一触即发，会再造出种种恶业来。有了这种不纯之业为基因，则年久月深，必定是在三途当中打滚，一定不能越出三途的一步，何况人身以及人身以上的问题。至于谈到佛果，那是梦想也想不到的事。所以说，如来涅槃何路修正？如来涅槃就是佛陀清净寂灭的极果，代淫修禅的人恐怕会堕落三途，连生死的问题尚且未能解决，何况佛陀的妙果以沙石蒸煮成饭的方式，根本都已错误，那能跑上菩提涅槃的大道？这是千万不可能成就的事。必使淫机，身心俱断，即是发动的原动力。淫机就是作意心所，因为稍有作意则淫心变动，
此心一动，则此身也必定会随之而动。即使身断，而心不断的话，还不是彻底的息断。所以必须断其原动力的营基。心的营基一断，则身心二途就会告俱断，断性亦无，最后连压制断除的心念也化为乌有。于佛菩提，似可希冀。因为心的营基虽然断息，然而能断之性仍然存在的话，就是所断的原因还是不除，生死之根仍然存在，必须将这种生死根本的断性也断灭，才是真正的寂灭，这才是菩提的道本。既得菩提道本，则菩提的极果才有希望证得。世尊决定说法的邪正而说，如我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波旬说。到了末世时代，邪正混杂，魔佛难辨，人心容易被惑，故阿难尊者曾请求佛陀阐明邪正的规则，佛陀才以四种根本的戒律以便验之。世尊说，末世时代如能依照我所说的先断心淫去修禅定，这便是真正的佛说，如不然而令言行淫不爱参禅的话，那就是波旬魔的学说，故应避之。波旬正因为波悲业，亦为恶者，是能伤法身害慧命，是魔王的名。魔为麻罗的简写，到了唐代才在麻的下面加一字鬼，而为魔而来相传已久，实因会恼害于人，会阻碍菩提道心的缘故，才有了鬼字的出现。